就一个半月。那可以啊。但你这个脚，你的脚的指甲的甲型变形变得可挺厉害的。对。你这边都有点化脓了，里边这不是？都有化脓了。对，而且有点长轻微的肉眼哈。哎呀，但每次修的感觉可真酸爽。就是特别的大，你的指甲哈，它这个边缘啊，就是这个指甲跟你的肉都是粘连在一块儿，特别紧吗？对。其实像你这样的，就是脚哈，最后啊，去到最后。肯定是要做矫正的，这个对，矫正的都可以给你做好。嗯，你看你这个指甲很大很大的这一块，进去了。嗯，你自己看。对，我知道，那边那个公司也做了。因为这变形变得太厉害了，这样就好多了，是吧？对。要不是说走路疼，他这儿在这儿直接下去了，一拉就给他拉出来了。修的话就是暂时的，不让他往肉里长，给他缓几天。舒服一个月。对。上次修是隔的时间长了，好像又长了一根没切，是不是？好像给我长了一根没切，我也不了。